没有，我好冷。忍忍啊，忍忍就好了。这个死丫头，门也不知道关个牢，怕夹着尾巴吗？好，您没跟我们睡在一块儿呢。这好好的，怎么都睡背过去了呢？烧木炭时屋里不能关紧门窗，若是烧得不巧，人是会闷死在里面的。不对呀，我们前半宿还在那儿聊天解闷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睡下的时候，大姑娘还在外头呢。你明知道会闷死的话，干嘛把阁门关得这么死呢？不是我，我睡着以后又有人把门关紧了。不是你，大伙儿都睡着了，难不成是鬼啊？